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头冤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914集，我们遇到了一个高人。翌日，公孙山庄。公孙秀骑乘快马，在天亮前赶回山庄，直奔父亲公孙向阳居住的大院。公孙向阳是化尽巅峰五伏，距离四品只差一步，在雍州城地界算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正常来说，一州之地总会出三四个四品五伏，毕竟几百万人口的基数在那里。雍州也有四品高手，只不过投效了朝廷，在朝为官。这年头，在江湖上组织势力能和当官相比吗？像建州这样武道昌盛的地方属于个例，要不怎么说建州是大奉江湖的武学圣地呢？公孙向阳刚从一位美妾软软的肚皮上爬起来，在丫鬟的服侍下穿衣洗漱，他今年43岁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今年已经成功让三名妾室诞下子嗣，床上这个是新纳的小妾，年仅18，比他最倚重的女儿公孙秀还小两岁呢。公孙向阳打算今年让她也怀上。对于江湖世家来说，只要道具还能用，就不能忘记为家族开枝散叶的重任。武道之路太吃天赋，人口基数越大，出现天才的几率也越大。那些生孩子只生单数的家族，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。还没洗漱完，便见自己倚重的闺女风风火火地闯进院子，站在院子里娇声说道：爹，有急事。知道女儿昨夜组织族人下墓探寻，公孙向阳当即从丫鬟那里抓过汗巾擦了擦脸，大步出屋。公孙向阳看着风尘仆仆的女儿，大吃一惊：秀儿，你短短一夜，年方双十的闺女竟憔悴了许多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疲惫，不复以往明眸皓齿、精神奕奕的气象。女儿气血大量流失，休养一段日子便会恢复。公孙向阳脸色顿时严肃，上下审视女儿，见她没有受伤，微微地松了口气。大墓里什么情况？族人伤亡如何？女儿回来就是为了此事，此地不宜说话，爹去书房。公孙向阳无声点头，扭头朝屋檐下的丫鬟吩咐道：通知伙房给大小姐准备药膳，越滋补越好。父女俩进了书房，公孙向阳打开书柜后的暗格，抽出一个木盒子，当着公孙秀的面打开，铺着黄绸布的盒子内部躺着一根品相难看、皱巴巴的紫参，它只有一根中指那么长，但根须密密麻麻，像缠绕在一起的线条。这种品相在人参中极为少见。这紫玉参丸是爹最珍贵的藏品之一，一甲子长到萝卜那么大，再一甲子。公孙向阳指了指盒子，就变成这样了，浓缩了精华呀，是一等一的大补药，爹将来要是年纪大了，就全靠它。公孙秀看了一眼，摇头说道：既然是爹留着年老后延年益寿的，女儿便不要了，女儿不是非吃这些东西不可。公孙向阳厚着脸皮嘿嘿两声：呵呵，这东西哪能延年益寿，这东西是爹将来年纪大了，给你生弟弟妹妹时用的，所以是大补药。80岁老翁也能重振雄风呢。公孙秀没好气地说道：你生再多的儿子也没我能打，家主之位肯定是我的。公孙向阳呵呵笑：呵呵，那也得生，
升到一个天才还能给你施加压力，再不济也能给你添几个帮手。公孙秀翻了个白眼，接过父亲扯下来的几簇根须，嚼了几口咽下。家主公孙向阳年轻时是个有趣的人，吃喝嫖赌无一不精，要不是天赋实在太强，家主之位根本不会轮到他来做。当了这么多年家主，性格依旧那样，不至于嘻嘻哈哈，但所谓上位者的尊严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到。父女俩讨论起家主继承人的事儿，反而更放得开，更坦然。公孙向阳见女儿脸蛋涌起一抹潮红，气色好转了许多，心底悄然放松。试着炼化药力，别浪费了，你们在墓里遇到了危险。公孙秀在大椅上坐下，一边炼化小腹滚烫的热力，一边说道，我判断的没错，那些死在墓里的人并不是死于阵法，而是死于强大的阴物。昨夜我们成功把他调出，经过一番苦战才杀死，若是在地底遭遇他，恐怕要死不少人才能杀死。当下把围杀阴物的经过说给父亲听。哎，做得不错。公孙向阳听完微微颔首。而后我们组织了18位好手下墓，墓中曾经发生过规模极大的坍塌，毁了七七八八，根本挖不出有价值的东西，直到进了主墓。说到这里，公孙秀眼里闪过恐惧、后怕等情绪。公孙向阳心中一凛，追问道，主墓里有什么？地底大墓里有一具古尸，年代不清楚，我们下墓时遭遇了它，非常强大，张嘴一吸便生出气旋。他着重讲述了古尸的可怕，让一行18人毫无反抗之力。公孙向阳噌地跳起来，双手撑着桌案，瞪大眼睛，雍州里有这么可怕的怪物，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不可能这么多年毫无声息，听你话里的意思，他极度渴求精血。公孙家主又惊又惧，雍州是公孙世家的大本营，地底真要有这么可怕的东西，那于雍州来说绝对是大灾难。公孙向阳的第一反应是通知官府，让雍州布政使上书朝廷，朝廷派遣高人来处理此事。那古尸绝非四品可以定论，邪异可怕，或许有三品。朝廷没有三品五副，但司天监的术士能解决。总之把事件通报上去就对了，王朝能统治中原，哪怕如今国力衰弱的厉害，也不是江湖势力能比拟。等等。念头急转间，公孙向阳突然醒悟，他瞪大眼睛看向闺女。你们怎么回来的？如果古尸真有他描述的那么邪异可怕，现在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他的亡魂，不，恐怕连亡魂都不会有。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高人。高人？公孙秀颔首。这还得从昨日午时说起。我在阳白湖宴请几位侠士，无意中看到王继余房楼船里有个孩子不慎跌入湖水。青谷道长说那是暗谷部的手段。于是我想邀请他一起探索大墓，像这种拥有诡谲手段的人，在墓中能发挥的作用要超过五夫。他没答应，不过走之前留给了我们两句话。公孙向阳忍不住眯眼，似有震惊，但耐着性子没有插嘴，听女儿说下去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